順德區先同龍獅聯開始上妝啦，大家嘅右手邊係順德獅隊，左手邊係龍崗中學分校請獅隊。獅子企上妝之後，睇睇湖中自己嘅倒影。今次裝陣本身難度好大，又喺湖面上進行，一啲湖水又影到一個影子。 風力亦都對獅隊都有影響嘅，所以參加今次嘅第一次嘅比賽，佢面臨嗰個難度同埋心理壓力都好大。呢件事小心翼翼咁樣試下，睇下過唔過到去噃。大家不如俾啲鼓勵佢好唔好啊？係啊，唔該。好，一步一足印。 過咗竹梯陣，準備就過鐵索橋陣啦。 順德區仙塘龍獅團咧係喺2004年成立，隊員有40幾人，曾經參加過好多項目比賽，大型節目表演。喺2005年參加順德區運動會龍獅大賽攞到第6名，2006年參加順德區龍獅運動大賽攞到優勝獎，2007年參加佛山市傳統龍獅大賽攞第8名，2009年參加廣東省傳統龍獅錦標賽獲3個1等獎，不斷進步啦。
希望佢哋今日都攞到好成績。九江中學軍校龍獅隊就係成立喺零六年三月份，依靠當地良好嘅群眾基礎同埋專業人士組建一支年輕學生隊。在呢個老師和教練的悉心培育之下咧，呢支隊伍在歷次西樵山、獅王爭霸賽和省內外各項比賽裏邊都取得優異成績，希望今次都更上一層樓。玩水啦！見到下邊咁靚，呢個天湖公園啊，啲水又咁清。好，先球隊順利過咗第十條陣，回頭我一看。跟住面對嘅就係難度比較大嘅斷橋陣啦。兩支獅隊嘅速度都差唔多，斷橋陣真係斷啊！獅子，哎，好嘢，好嘢！咁冇咗橋點過呢？呢條橋個名字叫九江，如果個橋斷咗，大家話佢哋唯一個過橋嘅方法係乜嘢呢？要摸就游水，要摸就飛過去。好，犀利！俾啲掌聲鼓勵一下先，犀利啊！哇！扭啊，攞油啊，開心啊，犀利啦！金秋十月啊，涼風送爽，哇！喺個可以有翻咁上下，分分上下喎，兩隻獅子。不過兩隻獅子坐喺上面，唔知睇邊邊，個頭擰下擰，等我見好多人。艇步運動啊！好啦，跟住係瀟灑走一回陣，咁鬼闊，瀟唔瀟灑得到呢？最大嘅，好嘢好嘢！
兩隻獅子的速度都差不多，大家又可以落注了喎。到底邊只沖涼，邊只唔使沖涼啊？過咗瀟灑，走咗回陣，步步高升陣。最後就是漸入佳境陣啦。这个是两千几年历史难度最大、对狮队挑战最大的庄阵，非一般的狮队能够胜任。所以今次组委会为了有高水平的演出，就从全国海选十路狮王参赛，最后决又从几十队的狮子里面决出八队参加水上狮。两只狮子都不错啊。看上去咧，两只狮子的体积都差不多，身体差不多，大小一样，精神状态都挺好。首先彩青先，青代表吉祥如意。一阵我哋狮子将啲青会抛俾大家，边个接到啊？今生今世都行好运嘅啦。好啦，先同狮队先去到擂台，彩咗青之后开始咬青、碎青，最后就会吐青。哇，开心啊，有嘢食啊！獅子食嘢係好得意嚇，我點解個屁股向住大家呢？聽講啲獅子啊，啲屁啊特別熱香嘅。上到去擂台上面，
擂台比赛准备开始。运动员必须听口令，我叫停的时候必须要停。看上去是两是好朋友咁。A 场地，你过线了。A 场地的。高教练，因为好，加油！以水为赛，大家握手言和。